你看他们两个隔着玻璃相望，就是不能相见。哎呀，不过他老婆怎么比他还壮呢？对，他毛多。哎呦，那个接吻了，他们两个还闻一下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他们两个刚刚见面的时候还互相。头碰头，不知道亲没亲到。哎呦，真，你俩是真腻歪啊呀！你俩是真腻歪。走吧，吃饭去吧。他们说要聊一下。聊啥？天天聊。天天聊，天天撕。他说我不了解你。我不是挺不了解。你才知道吗？他说你也不了解我。那我干嘛了解你？就了解你对于我这个人的看法。你确定你要让我说实话吗？就是说这么惨不忍睹。我刚刚在刚刚采访里面夸你了。夸我了？夸我啥了？我夸你。夸我天天凶你，然后天天。我刚刚一直在夸你。夸我啥？啊？夸我啥？这个认真。机车，哎，固执，然后凶巴巴，是吗？主要是夸你，就是脑子单纯。单纯就是我真的是来吧，我们去吃饭吧，这样好不好？下午还有大惊喜嘛。怎么样，一会儿我们要去鬼屋了啊？对啊，你以为呢？真的假的？我说的放松，那肯定是不可能吧。真的假的？那不然呢？那为什么要把头扎起来？不就是为了好方便？真的假的？不然呢？鬼屋还是密室？差不多吧。不，鬼屋跟密室差很多。为啥？不都一样吗？不，差很多。是鬼屋还是密室啊？真要去鬼屋啊？嗯。真要去鬼屋了？真的。你骗我！你笑了。行，可以。我要下车。你敢？啊！来嘛，别怕，弟弟。不行。没事，多大点事儿啊。真的要去鬼屋？嗯啊。那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？我还没说呢，你就说不。不，你哥，我陪你去鬼屋呀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，这还不可以啊？不，蛇形的不，我赢了，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不，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嘛？什么事儿？姐姐，你走前面。叫姐姐。你走前面。你叫姐姐。你走前面吧。你叫姐姐。从我们这个节目开始，你就没有特别客气的叫我一声姐姐。我去了再叫行不行？我看情况我再叫。什么叫姐姐？姐姐。哎。你走前面好不好？你多大点事儿？哇，这哪里是鬼屋啊？这是玩游戏的地方。啊、这是玩游戏的地方，这不是鬼屋哎。开心吗？这不是鬼屋哎。你好，我们这边有射箭员过来体验一下。玩。啊。只要不是鬼屋玩、啊、啥都行。你们可以先体验一下1v1。好，输了怎么办？输了因为请吃东西。啊！我输了应该。请吃吧。来来，我们出去歇会儿。哦，出汗了。哇，他玩得好开心啊！这是什么？哇！哇！哇！我一颗都没进。哦，厉害！厉害厉害厉害！走吧。我不是，我跳下去。我想哇，好解压，好解压，好爽，好爽，好爽！哇哦，哇，飞得好高！呼，呼呼呼，好了。
体验我们公主抱的。天啊！好，来压调整一下啊，往那边过一点点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腿放平，把腿并起来，双手抱肩膀，抱住肩膀。OK， 好，身体放松就好了，腿并紧就行。好，准备好。OK， 加力了啊！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哇！哇！太丢人了！我不会像他一样叫的那么离谱的，好吧？好，来，准备好。OK， 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哇！感觉你一点都不慌，感觉一点都不慌，什么感觉？一点都不像恐高的那种症状。等一下，太快了，等会儿。太快了。刚才参加我们蹦床上面的活动，可以挑一个喜欢的颜色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我要彩色。彩色，嗯。你嘞？白色吧，白色。这个。好，好嘞。感恩，感恩的心。感恩有你。据说很解压。我头发太那什么，戴不了那个帽子。太高了是吧？嗯，太高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是什么？你这个好多卡子啊。对，因为我现在这还有一个。哎，这是两个还是？这不是卡子吧？这是不是卡子？可以，可以了。那你等一下怎么办？等一下再扎起来就行了。嘿嘿，是这样吗？你这个我也太黑了。你不要打起来。不要拿出来是不是？不要打开。没弄好呢，你拿你这样举起来，这样举着，给我举着。我的喷铁哥给我夹太多头发了吧？那个卡子，喷铁哥。喷铁哥，就是喷出来跟铁一样。对，可以了。来，你干嘛？我先。我先。我先吗？我先。你确定？我先。下来的时候，双手抓住蓝色部位。啊，好。先做个跳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先呢？因为我想，因为我压力大。他在扯我哎。你小心，小心点啊！你我恐高。加油！上！哇，这么高吗？加油！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啊，高估了我自己，我的天哪！可以的，加油，没事，没事，可以的。还有啊，我的妈呀，好高、啊！加油！好高啊，我的天哪！好晃啊，我的天哪！没事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就把它想象成楼梯，不要看它，往前迈。怎么这个双层泡泡？我的天哪！不要看它，往前迈。不要看它，把它想成是楼梯。加油！上去你就下来，上去一秒钟。我下不来，等会儿。一秒钟上，闭上眼睛上，漂亮。等一下，我不敢动了，现在。你闭着眼睛下来就行了，闭着眼睛下来，或者你下去一格再下来。不行，我不能再输。我下来了啊！下来了。加油！闭上眼睛，勇敢一点。不行，我不能那么怂。哦！厉害！慢一点。怎么样？什么感觉？腿软都。太怂了，真的太怂了，这个好高，这个。呜呼！
把这一段剪到前面。试一下这个好不好？这一轮这个会稍微难，这两个相对简单一点。那走简单的，这个简单看起来。对，这个路很简单。这个后，那上面有点难哦。对，它上面稍微有点跨度，然后会有点歪曲。哎呀，走了。这个着力点啊，好小啊。往下去吗？我帮你体验一下这个。啊，可以。做的相对简单一点。这个简单，你试一下这个。哎呦，哎呦，叫我 Spiderman。不是他，我上去的时候，他老是硌到我的腿。哎，我不敢下了，一会儿。我一会儿不想下了。哦，给我脚趾头，你的脚是铁。哇哇哇！哦，还行，还行。我又想，加油！我不能加油。可以绑两条绳吗？我可以带他上去吗？不行，我不。不太行哈。要不你，哎，要不你试一下这个，这个就是他有，他可以脚踩。不要不要，我害怕从上面试踩看下来的那个冰。可以。哎呦。我腿软，哎呀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解压吗？没劲了，力竭了。我现在手没劲儿，你摸我这儿，我这儿粗了一圈。然后呢？就是刚刚，因为你知道我到上面的时候，刚刚已经抓不住了，你知道吗？已经抓不，就是我的手已经是就在抖，你知道吗？这么猛吗？就是因为我爬完这个就爬那个，就是我的臂力已经不够了，在最顶上的时候，我就靠我这两这几根手指这样扒在那儿。反正我觉得说这个地方比较解压，然后我就带你过来解解压，对吧 ？OK。我要吃好吃的，吃好吃的，走，我请客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刚帅吗？帅，贼帅，真的，像蜘蛛侠一样，真的。你看那是粉色的粉红包，看傻了。那个谁？那个，你看，看傻了，你看。我真服。这是你们闯关成功，然后我们颁发的一个小礼品，由你们当做纪念。谢谢，送给你了。谢谢。我们能一起拍个合影吗？好，好呀，来来来，来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吃饱了，喝足了。我不行了，得去干活了。回去看个电影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哎，你想看什么电影？我有想说可以看一个叫《真爱至上》，它里面有很多在圣诞节那天的爱情。你呢？我就推荐动画片，看动画片。可以啊，其实动漫的那种爱情也很真实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好呀，我们看看。也有很多挺有意思的。嗯。你喜欢小孩吗？挺喜欢的。你有想过你几岁会有孩子吗？40。不知道哎。不知道。你呢？我。你想什么时候？因为女性有生育年龄的那个考量。啊。不然就比较难了。我希望。希望。35之前吧，这也不早了吧？那也够晚的了。还行，还有好多年呢。还有好多年。喜欢男孩女孩？女孩。女孩。哎，我也喜欢女孩。人家儿子把这娶了老婆忘了娘，你知道吧？我觉得儿子因为我自己太皮了，我就感觉儿子肯定会很皮。对。
对，要生女儿就好像会把你心融化，天使，那种小女孩，哎，我觉得她小长大了会带妈妈出去玩什么的，会挺好的。我打算今年带我奶奶去蹦迪，好，因为我想带她去多体验一下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生了一个孩子，就会让你跟这个世界不脱轨，当你老了的时候，可以带着你玩。对，小时候你保护着她，对，长大她就带你玩。不行不行。没事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太爽了，日子也就只能这么过了。哇塞，这再也不出去了。活得好好的，而且感觉开了好多，你没发现吗？就小的这个。带上后面的那个鲨鱼，鲨鱼鸟。哎，这啥鸟？哎，这样好看。哎，这再高点，露脖子的。哎，好，再高一点，不要假笑。对，好，一二三。可爱的呀。像只小仓鼠。仓鼠。啊，你知道这构图不错。那去。嗯，勾到两只。黄金分割点。勾到两只傻鸟。今天你没有照片，我不需要，我不重要，你很重要，你美就行，一人独美，一人独美，独自美丽，勿 Q， 那句话叫是吧？勿 Q， 走吧，去哪儿？上楼，好，上楼了，哎呀，上来了，哎呀，哎，啊，差点没绊到，真好啊，太爽了。哎，还有剑南春，在这里。哇哦，很爽！你看，哎，这里布置的不错啊。小剑南春在咱俩中间，叉着个腰，哼，我也要看电视。这风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吹一点？是不是？我把它开小点。嗯，感觉这个毯子很干净，我决定把鞋脱了。我这鞋不得劲儿，你脱不脱都行啊，不用管我。脱。结果咱俩的脚丫子把摄像老师熏晕过去了，加上我们中午吃的臭豆腐，辣眼，两个臭人，辣眼，哇，好爽，好爽，太舒服了，哇塞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很得，哎呦，春哥，哎，鼻子，我没事，鼻子稍微细。腿太长，捂住安放的长腿。哎呀，毯子买短了，出花，出花了，不行。靠这儿很舒服。行吗？还不错。这个女的喜欢他们老板。你不要剧透啊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要剧透吗？小小的剧透一下，大概是啥？一共几队人嘛？好多队，就是很可爱的，你看他很可爱，他特别可爱。英式幽默，对上眼了，对吧？对。哎，还要回来一下。给多了，给多了，给多了，给多了。里面有我们能用到的，用在那个我们那个剧里面的情节，你觉得有意思？就是他有很多对了，反正。嗯，就他们不同年龄，不同。对，不同，哎，不同阶段有，就是不同角度吧。相处方式也。嗯喜欢这样的是吗？对呀、啊，就笨拙的爱，很可爱。
我知道，我猜到了。啥？是不是我们这两天在花絮？完了，被我猜到了，一猜即中。是吗？真的、啊，哈哈，我好聪明，小精灵。是什么？没开二的。现在一个情太长了，我现在一个情侣的，对，我太长了，你都要拖地了。嗯，咚咚。你这样怎么还？啊，这个这样。我用袖子拖把。这还是很厉害的吗？很搞笑。你看你那时候胖的，直男行为大赏。现在一大把呀！哎呀。我玩命的跑，哎，你看哪有这样扶的呀？我还要拍呢，我说我还要拍。你看我弄的，真的让他叫我，你就这样。那个时候是瘦啊，可爱。我那时候好胖啊。你现在瘦，肉嘟嘟的，那时候脸上我都是胶原蛋白。现在也是，老了。你还记得这个怎么拍的吗？这个最后是哎，这个就是对，拖在那个轨道上。这个太搞笑了。甜蜜啊！这也无法阻挡。